麻烦你我被挂外科主任方思瑶方主任的门诊。好，我替你看麦。多谢。拍摄本主任今仔见拢已经约满啦，而且已经超过门诊时间啦，无法度搁接受新的挂号啊。啊，你是安怎？要不过我人足艰苦的，我今日已经予医生看啦。拍摄。那不你也可以去挂急诊啊，请别的医师替你看。不用的啦，我敢若信任帮助你一个人尔。我拜托你替我想一个办法，替我家挂好无？拜托的。好啦，无我替你敲电话问主任看卖。多谢你，你稍等一下吼。林秘书，咱看到钟伟哲的太太啊，伊到底生出什么款？敢真正是亲像伟哲讲的？吓你啊！欠卡吓你啊！爸啊！小蛋姐，主任，柜台讲你是有一个病人要挂住院证，要唔过咱看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，要接受伊的挂号无？不要紧啦，一切吼，伊病人看个医生，请伊一摆。好，主任讲 OK， 好，伊挂号。本主任已经同意啊，我马上替你挂号。好，多谢你。我随着会当看到钟伟哲的太太啊，头一句话我是要甲伊讲啥？我敢有法度平静面对伊？你是有状况，所以赶去处理。你今仔应该无法度看病，歹势。小婷在巡房来看我的门诊，感觉伊已经发现我就是伟哲太太啊。无，好啦，您跟我再来。现在开会，你做好什么代志 ？Jasmine， 我想要约你，小等下无闲耍的时阵，敢会当伫个恁爸伊边仔的咖啡店？我有一挂代志想要随你讲。好，待会见。助理。为什么你不爱看伊个证？我看过伊个病历，伊有心应该挂妇产科，不是外科。哦。方思瑶，暨仁综合医院外科主任，医学系硕士毕业。请进来。贾斯米，夏姐，小婷，你出了什么代志？你看嘛，你敢有认识一个叫方思瑶的医生？伊甲你同款，拢是伫济仁医院上班，是外科主任。想袂到小婷竟然伫个网络 Google 我的资料。好加在我都唔注意，不看任何相片，所以伊到即马阁唔知影，我就是方思瑶。小婷，拍摄啦，
我对其他科别的医生吼较不熟悉。啊，你来雄雄问起这个人，我调查出来，这方思瑶就是钟伟哲的太太。你不是怕什么？跟你男朋友切合你啊？你去管你太太想创啥？我嘛唔知啊，可能是好奇啦，想要知影林太太生出什么款，还是什么款人？结果查报讲，刚才查到这资料，也无看到任何相片啊。小弟，你安尼做有啥物意义？刚刚你看到林太太，你要坦白甲讲，你是林先生伫外口的小三？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要这样做啊。 Jasmine， 你是心理医师，敢会当请你替我分析看看我这款到底是什么心态啊？那根据心理学来讲，每一个做太太的都想要看家己的先生在外面的小三生出什么模样。同样的道理，小三也想要知道家己的男朋友的太太生出什么款，因为都想要知道家己甲对方比起来，是多一点去应着这个查甫人。这个查甫人是爱着对方多一点，这可能哦是一种比较的心态。小婷，你莫去调查这有诶无诶，好无？因为你安尼做根本无任何意义啊！你安尼干那会增加家己的痛苦，我告诉你，你应该放下。我知什么时阵要放下啦，因为 Jasmine， 我也是想要请你替我调查一下方思瑶的，就算讲找到一张相片嘛好啊，你得讲一间病院应该有机会当拄到，要查伊嘛应该较好查啦。我拜托你，给我到时间好不好？